去看看，看看我爸我妈，去看看，走走，太忙了。是的，婷婷妈，你看我是19号的早上，没关系，婷婷妈，我19号早上上的高速，然后到20号凌晨才下高速，凌晨3点多下高速，然后睡了5个小时，睡到11点。感谢我丽莎爸特别优秀的一个宝爸，他直播间已经亲人在线了，大家去认识啊，都不嫌弃我们这种小小直播间，大家去认识啊。20号的话，我是凌晨3点钟就到家里面，然后就随便洗个脸，澡都没洗。感谢傻妈，给傻妈点点关注啊，去认识啊，然后就休息了，因为太困了，开车开了18个小时。感谢我的这个四川什么农业啊，感谢糖心，然后就睡到10点，赶紧起来打扫卫生，打扫到晚上10点。才睡觉，才休息，才吃饭，才吃，不睡觉，才吃饭。然后昨天嘛，又有个朋友在这里，你又忙，所以没播。今天呢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不能停播啦，来这里开开直播，明天去户外拉流量，因为今天没有昨天晚上太晚了，没有睡，今天没有睡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在家里面暂时先播一播，感谢旺旺。明天我们到户外去拉一拉流量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我丽莎吧。咱们是谁在顶了赞赞啊？咱们打个是我，瞄准打是我的，都去点点关注啊，去认识啊！感谢思思妈，不用破费了，思思妈，感谢毛奶奶，咱们把中间飘礼物的都去认识啊！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我丽莎爸特别优秀啊，是个千人大主播，他的直播间啊，他也播了一段时间啊，现在已经。哎呀，已经成功的起飞了！祝贺丽莎爸，咱们希望所有的来到抖音平台上面创业的宝爸宝妈们呐，都能拿到一个我们属于我们自己一个想要的结果啊！反正嘛，不能说，虽然说，我们不能说像那大直播、千人直播、万人直播一样啊，一年挣个几百个，那最起码我们啊，就是能通过开直播啊，也能带娃，又能有一份收入，我们自己不用手心朝上，就挺好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啊，一个宝妈嘛，你在线下嘛又没有工作，在这里啊，我们一边可以上班，一边可以带娃。啊，一边又可以有一份自己的收入，不用手心朝上，不用看别人脸色过日子，就挺好了。对，反正我的目标啊，就是个百人直播间啊。我人家说百人嘛，就能挣个180买菜钱啊。我能挣个180买菜钱，我觉得我也挺好了。对啊，不像以前一样啊，每天在家里面刷帅哥、刷美女、追剧，然后啊，又看看别人开直播啊，追剧嘛，有时候还得去充一点这个。感谢十月呀。十月呀，你赶紧去！感谢我这感叹号啊，赶紧去开播！我十月呀，马上要开新号开首播了啊！你啥情况呀？你马上开播，你还来我这里干嘛？赶紧去准备准备了！感谢大家，感谢我思思妈，是的，感谢欧阳，再给欧阳认识一下，进了新朋友。对我这个账号，其实已经播到百人在线了，一个坑跟我踩了，又不又现在又掉了这个样子了，而且最近这两天老是3天2头的停播，你知道吧？还是有影响的，我们的啊踩了一些坑，或者是我们一些违什么什么规，对账号都会有影响的。而且我们是新人嘛，你在流量口没有打开之前，影响特别大，真的，我影响特别大。感谢我菊花破费了，我菊花来到我直播间有几次了，每天在跟我刷礼物。不用飘了，你是吗？不用飘了，我这个账号慢慢来，对，慢慢来，没有给自己太压力。过几天可能要搞一个新号了，整个新号来开播。反正嘛，我这个人我就不喜欢在一个树上吊死啊，我就不想着啊，在一个账号上折腾。对，一起努力，感谢我欧阳啊，欧阳啥时候开播？你这个没有开播时间啊，你啥时候开播？我就跟你学习去，我也是个新人，一个新人新主播。接触这个赛道呢，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，但是真正开播啊，只开了就是3、4个月，不优秀。感谢糖糖妈，给糖糖妈点点关注啊！哪里优秀呢？啊，反正我觉得我不死心，在线下没有钱去投资，然后你又没把孩子没办法带，只有这个是一个最佳的选择。好的，好的，感谢我那个。欧阳啊，你们可以在我作品下面留个言，
过几天我可能会开新号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我丽莎爸，因为这两天都没有空去活跃那个新账号，也没有空去涨粉，所以新号可能要还要过几天，还要过几天，过个三四天吧。我们啊，其实涨粉就涨个几天就够了，涨个三四天，然后涨个五六百个、七八百个粉就可以够开直播了，不用涨太多。我们粉丝啊，他在于不在于精啊，在不在于多，在于精准。感谢我丽莎爸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所有的朋友们，是的。感谢花姐，感谢糖糖妈，感谢我花姐下播了吗？给我花姐点点关注啊，去认识一下。是的，反正我觉得在这个赛道上，我一定要折腾，一定要拿到一个结果。你的直播粉百一百多几个啥意思啊？我看你的你的那个粉丝就一百多吗？那我的欧阳，你把我楼上哥哥姐姐们，我这个，那你不是啊？你这个八千多直播粉呢、啊？感谢大家，感谢董老板又给我扶上150名关注，感谢嫦娥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我们如果你是个创业号，你的粉丝啊乱七八糟的，你得整理一下，得整理一下你的账号。那你得整理一下，你把那些啊那个不是直播粉没用啊，欧阳那个不是直播粉没用。感谢芳华，我们来开直播。我们的首先第一个，你如果你是个创业号、生活号的话，你直接来开直播是没有人的。你先把那些，如果你想用这个账号去开播，那么我们以前的那些啊粉啊什么丝啊，不是这个同中我们这个赛道的，你就把它啊就把它取什么关了。感谢欧阳，感谢我的欢欢，欢迎回家，来给欢欢认识一下。对，还有我们的作品啊，如果你爱拍作品的话，作品也要隐藏，这些都是我们啊、就是开播前转型的一个必须要干的一个事啊，必须要干的一个事。如果你直接拿来这样开直播，直播间是没有人的，因为我不会开作品，所以我来开播，我的作品根本不用整理。感谢我的开心就是快乐啊。作品不用整理，这些粉丝你一定要清，也要清，因为他不是创业粉。到时候你来开直播啊，你的直播间会来一些全都是泛流量，泛流量的话咱们接不住。感谢我的花姐，不用破费了，花姐，宝爸宝妈不用刷礼物啊，破费了，感谢欧阳。对，你来开直播，我们首先账号一定要搞好，一定要搭建好。如果你账号搭建不好的话，你来开直播真的有可能啊，你一个细节就会毁掉你整场直播，因为人家说嘛，细节决定成败。当你很多，别人关注你的，感谢所有的朋友们，别人关注你的啊，那没关系嘛，反正你现在就涨那个嘛，现在你就涨直播粉嘛，涨直播粉。我们开播之前涨的粉丝一定要。不是直播粉，你可以把它那个呀。不是直播粉，你可以，感谢用户啊，感谢大家。不是直播粉，别人关注你的那种，你可以把它那个嘛，把它移除嘛，把它移除就可以了呀，把它移除就可以了呀。我们来开直播，粉丝一定要是我们的创业粉、直播粉。如果你是个啊是个新账号的话，是个新账号，你准备要开直播的啊七到十天。啊，就是10天之内吧，不能超过10天，赶紧去涨粉。你不要说啊，我涨个10个月是10天半个月的粉，1个月2个月的粉还不敢来开直播。我们的粉丝是有粘性的，他是有那个活跃度的，粘性的啊。如果你可能啊，你说啊，我以前涨有哎，你看前几天我那个账号可能几天之前，一个星期之前我还不涨了几百个，那现在粉丝都没有粘性，因为我几天没有去活跃那个账号了。现在我来开直播的，重新去涨，去涨几百个粉，你知道吧？再涨几百个粉，因为我们的粉丝啊，他有可能你几天，感谢麦芽姐啊，几天的时间，十来天、半个月的时间啊，如果你不去活跃账号，你不去那个的话，他的粉丝有可能啊，人家都不干这个行业了，人家可能说啊，我这干不来，我要转行了，我去做什么吃播呀，什么什么主播呀，我们这因为我们这种主播嘛，挺多的。他有什么吃播呀，什么情感的呀，育儿的呀，反正很多主播啊。你说他说感觉啊，这个赛道我干不下去，那我得换赛道。所以我们想来开直播，我们开播之前的前的3到5天吧，5到7天这种
感谢健康的蓝，赶紧去涨一波，涨一批首播粉。感谢老吴，感谢你的啊财运蓝，大家给财运蓝点点关注啊！我们涨的一定要是要首播粉，云录主播也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做云录主播，但是云录主播要才艺的呀，浅浅。